同你哋数过四大女神啊，又点会赖低男神呢？花明曾经系啦，战听其实可以数啲近代啲嘅。嘉永够啦，你不如加埋郭晋安、家阵四个小生去旅行咩？我哋而家同你数大台新四大男神啊！第一个张震岳，出道嗰阵仲系翻版黄宗泽，主力都系攞饭盒嗰啲啦，即系冇角色咯。到咗后来，师傅明白了爱我，请留言开始多人识啦，直至全职没女踩过界，仲做埋第二男主角。嚟紧仲有两套坚尼地、爱坚尼地同埋牛下女高音担正添。入行七年未够就坐正大台男主角，算唔错噶啦。总之学阿 Sir 话斋啊，听听话话，行为良好，唔好搞搞震啊，话唔定可以好似黄可中做主角做到70岁呢。唔知即系郑创世啊，吓都唔知抽官啊。唉，娱乐呢家嘢睇呢啲啦。下位吴伟豪，一毕业就加入训练班，一出嚟就爱回家，八时入籍最入屋梗系爱回家，开心速递嘅朱玲玲啦。成班大学生佢 cam cam 地啊，是咁的。法官阁下又再玩 BL， 今年先至啱啱20岁，小鲜肉嘅外形，男女通吃，掂啦。唔好睇佢吴伟豪个名好似好普通，但系新翻嗰个上了视帝都系叫做袁伟豪咋，即系老礼啦，够青春有外形，仲老礼添啊，难怪 OL 门啊睇中你啦。第三件许家杰，日同爱回家开心速递送水费，就令到入咗行89年嘅许家杰，连牛头角肥妈都中意佢，呢啲咪叫处境剧嘅威力咯。未入行之前做会计审计文员，细个嗰阵哮喘病发，送到去医院急救，仲有语言障碍，后来竟然练到一身绝顾力，仲攞埋港男冠军，都仲可以拍剧搞笑。呢啲奋斗故事斋讲都有洋葱味啦，家庭观众点会唔中意呢？四大男神遇咗你啦。话时话佢同大小姐真系好衬咯。最后一个何港佩，妈咪印象最深刻就系超时空男神嗰个得意仔小太监造型，劲到可以喺新加坡攞埋 TVB 飞跃进步艺人添。2011年喺美国大学读完会计科，但嘢又系会计送水费个 friend。讲翻正题啊，翻到香港就加入 TVB 读训练班，原本佢仲可以有机会成为天堂鸟其中一件啊，不过好似话大台唔俾啊，所以咪专心做演员咯。嗱 ，TVB 真系帮晒你啦，如果俾你做咗天堂鸟啊，真系我真系恭喜晒你啦。好，又收得工完。